各位用行动带来希望之友会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赖清德，衷心感谢你们的支持。虽然我们未能取得民进党的代表权，但是呢，在台湾局势前进、民进党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放弃，我们也没有退缩，我们既对土地的使命勇敢挺身而出，我们写下了民主的新页，也打下了漂亮的一仗。非常非常感谢你们，经由你们的努力，能够让我坚持到最后。那我们也为明年的大选呢打下了汗马功劳，因为我们已经成功的激励了整党的这个士气。感谢你们，再次祝福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家庭圆满幸福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